虽然是小五，哇，天哪，做一个很好的游戏，超疗愈。我还以为我在切水果嘞，不啦，之前不是有那个很红的那个吗？以前不是有那个很红那个水果忍者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很像，就让人家想到水果忍者。这个就在攻略教学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基本上它很疗愈啊，吼，啊设定那边。哦，你要去戳那个五十 double 的那个 好，这个就是关卡攻略教学，啊，很疗愈。他就是呢，你看我这啊，反正就赚这钱，这钱应该可以让你买东西。我这边是最有印象的切铅笔。你给每个都切开，哦，你看这啊，哎 欸，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用到，会不会失败呀？哦，这个碗真的是 非常的猛啊！五十倍的就有点像射箭一样，五十倍非常小。哦，更疗愈呢！它切下去有疗愈的感觉，因为它是彩色的。你看，哦，那越来越难了，看你玩到哪边。哦，来攻略七，哦，就等。哇！哎，原来撞地板不会怎么样哦，我一直以为撞地会挂掉啊。成比。哦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东西嘴里真的就挂了耶！啊，刀子挂了也太好笑了吧，刀子也会挂点。哦，所以铅笔不能掉下去。那 你可以切蛋糕，用个50倍。这些钱哦，应该是可以让你去买。我想一下，震动可以把它关掉。应该是可以让你去买那个，商店的那个就是不一样的装饰品吧？它还没有出。对啊，该有生活。哦，大家喜欢玩铁头英雄吗？就很像，也是一直那个，对，一直跳的感觉。啊！四倍差点出来 好，那这就是我这一集的关卡攻略教学哦，你们自己去玩，还蛮简单的手游。哦，是巧克力耶！哦，50倍的好难插到哦，哇！哦，还有圆筒的。啊，走开！我也结束了。哦，够帅！第一次弄到 double 的啊！自己去玩啊，那这个就是我的介绍了。讲这边，掉下去也是，掉下去其实是可以爬起来的，但是如果你们掉到最下面就没了，哈，掉到最下面就没了。